Chiều tối ngày 5 tháng 12, sự kiện hot nhất làng giải trí Hoa ngữ cuối năm 2023 là đêm hội tầm nhìn Weibo Vi Quang Thịnh Điển đã được diễn ra tại Bắc Kinh. Sự kiện với quy mô khủng này đã nhanh chóng thu hút sự quan tâm của người hâm mộ khắp châu Á. Những cái tên đình đám nhất Cbiz hiện nay đã cùng quy tụ trong sự kiện và mang đến một loạt khung hình ấn tượng. Hãy cùng Cbiz Phim nhìn ngắm lại hình ảnh thảm đỏ đầy chất lượng của dàn sao khủng trong đêm hội nhé.李兰迪性格率真灵动，自拍时模仿歪嘴小猫表情包，晒伤妆化成醉酒妆。他总是乐于在微博上分享日常趣事，无需目光，你本就是暖阳。好，接下来要把自己的星座留在我们微博年度期待作品墙上。来，兰迪这边请，在我们的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等等，来，依然请到我们的签名板前签上自己的名字。好，谢谢依然，请到我们中心点为合影留念。好的，谢谢周依然，我们对你太好了，你拍照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说话，是不是怕打扰你？来，请移步下一个合影点位。谢谢依然，好帅。来，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拍照。那今年唐艺昕也给我们带来了今生也是第一次熟年两部好剧，好像叫熟年，确认一下。好严谨，严谨，我做了拼音的。好的，谢谢唐艺昕，请移步我们下一个合影点位。好久没见。2023年也迎来了他的作品丰收年，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美丽、风起西周、雪鹰领主等多部作品和大家见面。接下来是娜扎 Showtime。他进场的时候，我还摸了一下他的裙子。你别打扰他，他现在正在疯狂出图。他很专业的，我们聊什么他都爆专业，就是你看专业到不会受我们干扰。那我开始打歌，夸起来算了。哦啊，不好意思，你看打扰到了。你打扰到他。好的，让我们带着话题热点，并成功拿下了2023暑期档的票房冠军。那电视剧作品《平凡之路》同样也是佳绩频出，收获了观众的好评。那么，请金晨来到我们的签名板，留下自己的名字。去年是洗碗，今年这个是刷锅，没有了，很好看，很好看。来，请金晨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那有一个。好的，请云龙移步我们签名板，签上自己的名字。对，往左边来点，你听到了哈，越整越偏了，已经也太左边了吧，你行管不了了，这些人已经来，请到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待会儿人家问那是谁，我是张云龙。好瘦啊哈，浩存，来，请在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哎，没事，你先拍照。点位，宝宝。不用忙着给我们打招呼，没事，你拍照。出片最重要。
来。来，超越，现在请在我们的中心位合影留念。今天穿了一套紫色的服装哈，虫紫，是的，跟我重色了，虫紫。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好的，谢谢超越。OK 哈，大家来，请移步我们下一个。后面的嘉宾稍等一下哈，金靖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有大把的一些 pose 要展示啊，不好意思。新月稍等片刻啊，今天红毯的时间为什么会拖得很长，就是因为金靖这一套。出图了吗？金靖出了哈。哇，真的高，真的高，穿他的外套。没事，你拍你的，你拍你的，我们两个旁边的人不用管。不要逗他笑。不要让艺人的红毯上这么出道七年的他不拘泥于温暖的舒适圈，在多重角色中不断挑战，踏实走好演员的每一步。不是这样的吗？他们说要大鹏一日同风起，期待演员王新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请在我们的签名板上签名。好的，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哇，好帅啊。手上有啥？指了一下，我以为手上有什么特别的字儿。新月今天手上一定有专门穿搭的首饰，因为我来的时候他跟我握手，差点把我划伤，真的。不逗你笑，不好意思。哦，你能听见？能听见。好的，谢谢王新月，请移步我们下一个合影点位。来，谢谢。对对对，这样的。这个戒指今天有不小心刺到我的迪哥，首先我是一朵玫瑰，今天带刺的玫瑰，红毯就不用抛梗了，谢谢新月。四夫妇更是常常流连微博热搜榜，他扮演的苏纪时又美又飒。那请宋妍飞移步我们中间的签名墙，留下自己的签名。走好快啊，我都还没来得及介绍你。来，中间还要拍照，这边光好。对对对，来，请在中心点位再继续合影留念。在玉文的作品《微雨燕双飞》播出期间，王玉文微博七天涨粉90,000啊，好羡慕。在纵有疾风起呢，他是面对困难永不言弃，一路进阶的职场达人，所以请玉文留下自己的大名。好的，请到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在2023年，伊童也给我们带来了《九霄寒夜暖》《特工任务》等等作品，也是好评不断。我们接下来也要继续期待李伊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再次欢迎伊童，来，请移步这边，下一个。好的，谢谢天爱，请在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稍微调整调整，给大家拍好看的照片。考取功名实现自我价值的女官，乐游原中她挑战了英姿飒爽的女将军，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也让观众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景甜。谢谢景甜，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那儿，你左前方有一个小叉。
我都想帮你调整，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走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辛苦你一下了。可或缺的声音，来，请到中心点位拍照留念。碧晨也有至今34首单曲破百万收藏的一个好成绩啊，非常非常厉害。明知捐私案等等，一年就播了我们6部剧。所以非常非常厉害哈，成绩斐然，请在我们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左边白鹿，好的，欢迎白鹿，来，请留步，请留步，欢迎我们的郑书意以及我们的江雪宁哈，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吧。Hello， 微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是的，白鹿这几年的作品非常之多哈，非常高产，想笑了，已经想笑场了，是不是？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就知道有你采访没什么好事。没有，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作可以给我们稍微剧透一下？就是刚刚那2部嘛，贴上墙上的、贴上墙了，因为太远了还没看着。一部是北上，今年杀青的，然后现在正在拍摄《白夜繁星》。就有2部新的作品在准备待播当中哈。是的。那有没有哪种类型的角色是你之前特别想尝试还没尝试到的？我现在不给自己规定什么类型、什么人设，因为我觉得没有说了也白说，有的时候角色和演员之间也是讲缘分的，顺其自然嘛。所以就没有特别的规定了，对不 对都行哈。对，先把手头上的拍好。所以手头上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你有算一下吗？手头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久，因为它是仙侠啊。北上应该明年会跟大家见面。哇，又是2种不一样的风格的那种感觉。对对对，一个现实主义，一个仙侠。每次作品播的时候大概都是同时有2个不同好种类型，让大家一口气看的有点大哈。这个问题弱点优势倒没发现什么，但是我觉得宋运辉身上我觉得有我很多的影子。我一直认为宋运辉是一个平行世界中的另外一个我，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干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感觉拍摄这部戏有了自己的第二人生的感觉。没错，是不是？好的，谢谢凯哥的分享，赋予角色独特的生命力。好的，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欢迎赵露思，我怕你们还没拍够，来聊一聊啊。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来，露思。Hello， 大家好，我是露思。露思刚刚贴在我们那个待播墙上是哪部作品？神隐。神隐哈。快播了，快播。快播了，给大家稍微预告一下，这个是讲了怎么样一个故事，好不好？其实就是升级打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会喜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饭的剧，然后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所以我觉得挺好。升级打怪，你一出场先是一个好像小角色那种感觉是吗？我是一个小宠物啊。是哪种类型的动物吗？就是一个水灵兽，有治愈能力的水灵兽。好的，这个神隐大家要期待一下，马上就要给大家见面了，是不是？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是问很多演员朋友都要问的，未来有没有哪种类型的角色想要挑战一下的？都行。又是那种人生不设限没有，都行。真的没有哪种类型就是觉得好想试一试吗？其实没有都
碰到以后如果觉得自己能驾驭的话还是会都去尝试，没有特别设限。对，我觉得只要、嗯、而且同样的角色来找我的话，我觉得年纪不一样演的也会不一样，所以都还挺好、哦、哪怕可能跟之前的角色有点类似，但是你可能觉得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方式演绎，对吧？嗯，哪怕是之前就是一模一样的角色、嗯、我觉得我现在演跟18岁演的时候都不太会一样了。好的好的，那期待一下火星情报局还有没有可能再来录啊？要去要去，但是已经收官了，这一期已经杀青了我们期待接下来火星如果再录的话也请露丝除了拍戏之余也可以到综艺节目上来玩一玩，好不好？好的好的，再次欢迎露丝，谢谢来到火星。今天这套衣服不错啊，没事你往前面，我就在旁边电话，我无法驾驭的那种服装。郭俊辰看左边，看完左边看右边，